虚假的情侣装，真正的情侣装。玩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灰灰。今天上仙蛋仔岛，一打开活动界面就看到了这个东西，二丫套装，北方大棉袄，这才是真正的情侣必备套装啊！你想，在寒冷的冬天，别的蛋仔穿的情侣皮肤是这样的，或者这样的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些皮肤哪能比得过中国冬日的 CP 皮？大花袄加军大衣，这才是属于我们的极致浪漫。穿上这套皮肤，你就是蛋仔岛上最靓的仔。不过这套 CP 皮最少也要等到1月20号，也就是下周五才能领到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可以提前为这套皮肤的到来做好准备。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要换上对应的表情啦。根据官方的推荐，我们换上了老爷爷表情包。这下就对味了。换好之后，接着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打卡地图了。大棉袄都穿上了，不整点特色节目说不过去吧。我们来到乐园，搜索春晚舞台，直接选择这个科技春晚舞台。进入地图后跳跃几下就可以到达了。如果你觉得默认的背景不好看，还可以到后台切换舞台场景，比如切换个蹦迪舞台，在春晚上和你的伙伴们一起跳之前爆火的爱如火。鸭子在这里表演小品和相声，升起高台，祝自己新的一年芝麻开花节节高。除此之外呢，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朋友，在春晚大舞台上来一场咸鱼大乱斗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降下背景板，搭配上升起高台，在后面绚丽烟花绽放的那一刻，和蛋大子一起许下对新年的美好期望。有的粉粉可能就要问了，如果没有蛋大子怎么办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还有人现在都没有蛋大子吧？让我看看是谁现在还没有蛋大子。哦，原来是我自己。